按按哦，回来了，你好，你好，你好，呵呵，到几点了？这局打完就休息好不好？有点晚了。虽然我是说十一点之前呐，但是我有点累了，这局把它打完吧。ウトガルド城の104機調査兵たちは、他重复再讲一遍。増援によって付近の兵。为什么突然刷一波安安？因为我也不知道哎。そして巨人化能力者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ユミルは、仲間を守ったこともあり、ひとまず調査兵団の保護下に置かれる。老头平常几点睡觉？不知道哎。有时候忙影片的东西，忙到晚上凌晨。啊，睡到中午才起来都有啊，通通都有。明天上完课就放假了，哦哟，恭喜你哦！兵士たちは恭喜恭喜。さらなる混乱の渦へと飲み込まれていくことになる。彼はウトガルド城での彼は生き病人。兵器場へと退避する。しかし仲間と無事を終于可以耍废了。耍废哦！连续五天的假日，就你们不是有补礼拜六、礼拜日，然后之后结束之后开始连放吗？好像大家基本上都这样吧。到处都没有波动。这我已经说过了。哦，重头戏来了，就是这里了。阿斯，这边超好笑。我看动画的时候，我看到这边笑出来，我心想说：“干莱那个莱纳在攻山小啊，莱纳到底在攻山小？”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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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只要你跟我们回去故乡，就不必要破坏城墙。看这边超夸张的。悪い話じゃないだろう。ひとまず危機が去るんだからな。どうだろうな。お前さ、疲れてんだよ。なあ、ベルトルト。こうな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くらい大変だったんだろう。ライナーは疲れてるんだ。大体な、お前が人類を殺しまくった鎧の巨人なら、なんでそんな相談を俺にしなくちゃなんねんだ。夸张。そうか。其实。何を考えているんだ。其实莱纳他是有精神分裂，我觉得。本当におかしくなっちまったのか。他有精神分裂。きっと。然后在这里待太久了，ここに長く居すぎてしまったんだな。全周遭全是蠢蛋，在这个环境下过了三年。バカな奴らに囲まれて、こんな奴らがいるなんて知らずにいれば、俺はこんな半端なクソ野郎にならずに済んだのに。もう俺には何が正しいことなのかわからん。ただ、俺がすべきことは、ボンボン点点的。自分の行いや選択に対し、那个脸。戦士として開始最後まで責任を果たすことだ。開始。ライナー、やるんだな。今ここで。ああ、勝負は今ここで決める。さあ。超帅，超级赛亚人，雷夫啊！哇哦 ，fire！ 哇！
他带着爱莲逃跑了。那那他们两个隐瞒这么多年，你知道吗？叛徒！哇！超帅！开干了，开干了！我是操控爱莲吗？叛变的战士。完了，放屁啊！放屁！完了，腹肌就有八块以上，哎，好屌哦！一个是人格保护人民士兵，一个人格是为了完成使命，他就双重人格分裂的感觉啊！一个是觉得自己是战士，然后一个是要保护人民。哇，被吃掉了！他把那个。尤尔米跟那个哇哇哇哇，我知道怎么过。すごい蒸気だ。これじゃ浮かずに近づけないな。蒸気の弱まる瞬間は必ず。看准时机接近。隙を狙って接近を試みるぞ。要玩小游戏了是吧？现在可以接近，不能用机动装置啊！天哪、啊！哇，这边没有瓦斯瓶让你飞啊，好过分啊！哦，哦，妈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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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你，那个石头，冲不过去啊！他到底要不要停止啊？快跟你，快跟你！乱！啊！怕！我怕！我被弄一下我就死掉了。这边浪费时间。有记录档吗？会剪成片段吧？记录档太长了。过年，走！留意飞过来的瓦力。哦噜噜噜噜噜噜！我快要接近到巨人。避免受到蒸汽的伤害。BGM 好像超伤的开门声。有吗？超商的开门声会是这种 BGM， 这么浩大的 BGM 会是超商的开门声？你那间超商是战争的超商吗？那个通往魔界的超商是不是？近くの瓦礫まで移動するんだ。我居然不是扮演爱莲在攻击凯之巨人，我他妈居然是在那边跟你玩这个浪费时间的游戏，真是够了！冲啊！哦呦，哎呦，哎呦呀，好险，好险，好近！超大型巨人に集中しよう。Oh my god！再一波，再一波！等他拍下来就可以过去了。哇哦！这个阵，哦吼，力气有那么大的。好了，我到了。浪费了五分钟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哦呦喂、哎！
啊，不是没瓦斯罐在那边，我砍不掉，太硬了，失败。哦，现在。我们要怎么办？更强力的蒸汽包住自己。哇，有 S 级的米卡莎哎！哇靠，好大力，靠好大力！哇呦呀，不要回到我，拜托！艾莲又在雷了。他们一直弄断我的绳子，我很不爽。打脚，欸，真的伤害变高了，打头目有伤害加成。但他可是他这个距离，我不叫不好做攻击啊，说真的。あんな風に動けないはずだ。昔戦争で使ってた鎧にも鉄で覆えない部分がある。おお！脇やまた、あとは膝の裏側だ。まだよ。だれだれだれ。脚脚伸出来。乖。再一次哈，不会痛的，刀断了。あの時、二人の首を跳ね落としていれば。哇，拿到那个材料好方便哦！这个这把武器我觉得不错。对头目伤害加成，大概加了，保守估计啊，大概加了30-40%左右伤害。有暴击的话，直接上升50啊，差好多。ないな。今お前がどんな顔してんのか知らねえが。お前ら本当にクソ野郎だよ。艾莲不要累啊！完了，他锁定我了。正義感に溢れたあの面構えを思い出すだけで。快砍他屁股！砍砍你的屁屁！砍你的屁屁！哦耶！哇，这死掉姿势。他在干嘛？演戏啊！看他的大鸡鸡，已订阅，感谢你，阿里嘎多。这一幕也是很经典啊，这一幕。秀操作，秀操作。断了，把他的那个脚筋给砍断，他不能动。哦，哇，铠甲直接裂掉了，铠甲直接裂掉，哎，哎，ねえ、あれは何を？無駄なあがきだ。垂死挣扎，让他变得很舒畅。姜西娜，哒哒哒哒，哒哒哒，十字固定锁。周囲を警戒しろ。巨人を呼んだぞ。啊，他现在在这个位置，干这个姿势好鸡。周囲に
干我要截图。你有听过从天而降的掌法吗？哇，爆了！看那个动作超激情，你有没有看到？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一定会有很多喜欢 BL 漫画的女性看了之后为之疯狂。不知道你们疯狂了没有？正义从天而降，老头多少公斤啊？目前啊，目前90吧，我已经过重了，好不好？浴缸超多的，你说你的吗？我的好像还蛮缺的哎、欸，被我不知道乱做做到怎样了。アルミン、エレンは？他死了，連れ去られたよ。被带走了。我们失败了。ね、那个脸，アルミ，那个脸可以不要这样吗？なんで？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种魔主，你知道吗？遠くに行くんだろう。他这种魔主，哦，想要做的那个表情非常的狰狞，可是到后面就去变很好笑。你知道那种不要勉强嘛，做不出那种狰狞的表情就不要做，好不好？只会觉得变得很奇怪而已。エレンは昔から。私はただ、シナ输了。そこにいるだけでいいのに、それだけなのに。明明才刚刚在身边，现在又离开我了。まあいつものことじゃねえか。啊，他输出出说话了，这种事又不是头一招呢。あの悪ガキの起こす面倒の世話をする。帮那臭小子擦屁股，一直以来不是都你们的工作吗？俺も行くぞ。走吧。お前ら三人が揃ってねえと。俺の日常は戻らねえからな。哇，好有人情味的叔叔啊！这游戏没那么真，应该说他的模组没有办法做到像是动画那种到位的表情。硬要做就感觉有点生硬，有没有？それは無理。ユミルがさらわれたのにここで。啊。我们有太多要追击他们的理由了。奴らを追いかける理由が多すぎだろ。我还是无法相信。俺もだ。ライナーもベルト。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是没办法相信这件事情啊！因为你可以想象说，跟你同床多年的兄弟，突然这样子背叛了你，哦，那种感觉。喂，エレビン団長が到着。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了。哦，就好比说，讲个简单一点的好了，跟你同床多年的女友，居然是个男的。哦，多年你居然不知道是男的，你也太强了吧！嗯，哦，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意思啦，好不好？向こう側、そして目的地までたどり着くだけの体力が残っていないと仮定しよう。ならば彼らはこの先にある小規模な巨大。汉吉说呢，他们那两位在战斗中体力应该消耗了不少，所以说他们一定会到巨树森林休息。そうか。所以说我们要在那里包抄干了他这样子。夜晚之前都来得及。要剧透吗？你的剧的话，我就直接把你ban掉啦，就这么简单啊！算了，先ban你好了。我觉得你就是那种会剧透的人。嘿嘿嘿。啊！明知山有虎，偏要往虎山行。啊！我只好先杀了你了。本来把他们当伙伴的。回想起五年前的那一天，哦，有过去的动画哦，可以看呢。哇！卡桑！十点了，这要结束了啦，这边看完就结束了，好不好？早く！早く！肉いってもらっちゃ困るぜ。確実に二人だけ助けるか、戦った全員助ける賭けに出るか。
看到了妹子，你知道这一幕被做好多梗哦，我快笑死了。这一幕的梗被做好多梗，比如说看到妹子啊流鼻血啊，啊看到许纯梅跑走啊，啊看到母汤哥哥跑走啊，啊之类的，害怕了。他这边没有做喷血的动画，看来是有阶级那个年龄层考量，被删减了。他心里想：我这次绝对不会再逃跑了。哇！我觉得我这两个好高级啊，跟他们完全就是不一样，哈哈，嫩！我的比你大。我还可以换五个刀片，你呢？两个，哈哈，笑你。你呢？啊？啊？几个？四个，哈哈，笑你。啊，嫩死了。好啦，我们今天先开到这里啊，休息了。我们准备休息喽，89%了啦。下一次直播绝对完结篇啦，太棒了。好啦。各位辛苦了，感谢各位收看啦，我们这个会分成记录档，就是分批出啦，半小时半小时这样子，好不好？明天见啊！不要不要，我们不是明天见，讲错了，下次直播见，哈哈，再见，拜拜。